双人防身术乐舞道队列组，第一名王品成，第二名陈品勋。大会报告，麻烦请少林洪拳总会、大寮技职学院还有流水堂以上三个单位的领队或教练，请到报道处的柜台报告。再报告一次，请少林洪拳总会、大寮技职学院、流水堂三个单位的教练到报道处找工作人员报告，谢谢。班搭五琴系第一名广州衔尖学院，第二名陈家恩，第三名中华金拳总会陈义安。
四名社团法人中华生命动能学会王晨彤。初级拳女子西组第一名，国际南科高级实验中学国小部董品纯。第二名罗汉武学训练中心李彩妮。